有朋友留言说自己湿气特别重，今天给大家解读一个中成药五灵胶囊。五灵胶囊出自古代名医张仲景，被誉为治水第一方。它的说明只有八个字：温阳化气，利湿行水，适合于水湿内停导致的水肿、腹胀、小便不利、咳不思饮。具体可分为以下五种情况：一、不单是湿气重，还有水肿的问题，比如说有眼袋、下肢浮肿；二、湿疹，湿邪已经上犯皮肤了；三、水湿型肥胖，怎么减都减不掉肉，这也是湿气重的表现；四、尿频、尿不尽的人群，为什么尿频还要利水呢？这类人群是每次尿量很少，尿完一会儿又想尿，不小便就觉得小腹胀满难受，这时候就需要利水了。五、体内有积液，积水的人群比如说膝关节积液、鞘膜积液等等。我是沈医生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有什么问题欢迎给我留言。